新年期间一盅两件梗系唔少得。在利物浦市中心饮茶的话，我们会选择微微轩，它这里有不同种类的点心可以叫，全部即叫即蒸，上台都热辣辣喷晒烟，品质和味道都非常有保证。好了，等我考考 Roger 两个点心名先。 What is this called? Elongated 肠粉。没什么事，它都是吃回东西算了。我就喜欢吃啲屋企难啲整到嘅，好似要用好多油炸嘅虾角，真係好足料又脆卜卜。跟住我哋再带大家去埋 Costco 睇下有啲咩咁吸引。入去 Costco 买嘢，首先你要俾年费做佢嘅会员，仲要做某种行业先可以申请。电子产品、衫裤鞋袜，乜嘢都有得买。好多人话喜欢喺度买肉类，全部大大 pack。我哋屋企人少嘅话，应该要分好多餐食啦。东南亚嘅产品呢度都可以揾到，巴多士蒸包、北京甜鸭，真系成个货仓咁。不过冇错，我哋又嚟混吉，咩都冇买，因为星期日度度都要排队。我哋 BNO Hub 有幸被邀请去一个私人新书发布会，冇错啦，佢就系前利物浦足球员加力查。他亲笔写了加油的说话，支持移民来英国的香港人，真是好感动。各位香港人继续加油。